认真听哦。我觉得刚刚你的语感就很好。第二遍还是第一遍？第一遍，第二遍其实会更连一些嘛。对，因为我想做一些不同的，让您参考。注意一下几个字的鼻音，比如说“万”这个字的时候，稍微鼻音有一点点的重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以及那个“没有”的“没”。可以。好，这首歌收工。谢谢老师。